I'm there yet? Yeah. I'm there yet? Yes. 肉松面包。还有奶茶。还有水果。我们今天到 Fosta 了，这里现在是有超级美的海。Fosta 的海也太美了。对，这边是个内湾，所以后面的水是跟着天空一样蓝。这水也太清澈了吧，小程。喜欢吗？喜欢吗？开心。开心。哇，虫，你看前面是个啥？在这，大螃蟹。在 Foster 小镇逛累了，我们选了一家海鲜店来歇歇脚，顺便试试这里新鲜的生蚝，也是为我们的圣诞大餐做一点采购。很肥嫩啊，蚝还是非常的新鲜，拿着可以蒸着吃。嗯，非常的鲜，非常嫩，软稳的啊，非常嫩，味道像新西兰的那种蓝。你在青蛙，在青蛙。小虫，你在干什么？翻来翻去，哎呦！哎，虫虫，睡午觉了。青蛙，青蛙不是这样的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谢佳佳，谢佳佳。Yes， 谢佳佳。No。哎呦。哇，今天的这个晚餐真是纯肉啊。哦，不是不是，下面全是蔬菜。天哪。对，我说。不是，你坐爸爸腿上。嗯。走啊。小虫5点就起床了，你这样特别像考古。来来来，你看螃蟹快出来了。哎，动一动。它都不动了，吓闪了。嗯。兄弟，快点啊，别把它。螃蟹跑得好快啊！哇！哇，你看，金光闪闪的。水雾，我说你看水雾，看见了吗？今天是带三个娃，我们先到 Green Casino 玩一下。他要从哪走？是这里吗？啊？今天我们首先要表扬一下铁头小朋友，今天非常的帮妹妹涂了防晒霜，感谢感谢，来大家鼓掌鼓掌。来，我们要表扬莫妮卡小姐姐帮我们削苹果做早餐，感谢感谢。我们要感谢爸爸 David 今天有给虫虫换尿布。啊，我们的小虫虫今天做什么了呢？小虫虫可爱啊，鼓掌鼓掌。蓝丝，这个沙滩的吧。
这也是小叉子啊。Red tomato， 小狗的事啊，不然弄了整身上都是。能跟姐姐拉着手了。那个都是沙子，你在干嘛呢，小橙？这是一个沙子的木栈道，海葵艺术，第一人称视角，好玩，好玩，好玩。我们的烧烤。店我们烤了羊肉串，还烤了香肠。华人的午餐就是丰盛。西部啊，还是那不是南部，也不是。嗯，我们白天还想再买点点，结果都关门了。这个，那慢慢游泳。慢慢游泳呀。小壮，你今天穿了个什么？带这么多小卡子。我们今天穿了圣诞，今天圣诞节，小红人，小红虫，圣诞节小红虫。红虫。